喂，都能听见吗都可以听见吗喂喂，能听见吗能听见吗？好的，好，那我们开始啊。各位同学好，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AP 物理 C 力学部分的关于 momentum 这一块内容的一个复习。那么我们首先 momentum 我们怎么去算它？momentum 呢，我们用字母 P 去表示。它等于了物体的 mass 乘以 velocity。我们说公式呢，就是 P 等于 mv。由于我们的 velocity 它是一个 vector， 它是有方向的，所以呢，我们在计算 momentum 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它的方向问题。一般来讲呢，我们用这个正负号来表示物体的方向。那么这个 momentum 它的单位呢，我们经常写成 kilogram meter per second， 这是它的 SI 单位。大家在如果是一个数值的计算题当中呢，单位是不能忘记的。那么我们这个 momentum 啊，它有什么样的用处呢？首先啊 ，momentum 和力啊具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有公式 ，force 等于了 dp over dt， 这是 momentum 和力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把它写成就是不含微积分的形式呢，就可以变成了一个 average force 等于了delta p 除以 delta t， 也就是所谓的 change in momentum 啊 over time。那么这个公式呢，我们经常就用来求一个一个碰撞过程当中的一个力force during collision。就是我们用这个公式来做。那还有一种用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去算一个后坐力。就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开一个枪，那么我们的其实开枪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后坐力的那么这个后坐力，我们也经常会采用，就是 force 等于了 change in momentum 除以 time 这样子的方法来进行计算。它有两种算法。好。那我们把这个公式呢，我们反过来写，就写成 integration， 写成积分的形式。那我们知道就可以有 dp 等于了 fdt。然后呢，我们两边进行 integration。那这样得到的结果我们左边就是 change in momentum，
我们可以写成 MV final， 减去了 MV initial， 就是左边就是 change in momentum 啊。而右边呢，哎，就是我们这个力的积分，这么一个形式。好，那么这个量，哎，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impulse， 然后我们用 J 去表示，它是 impulse。impulse 它有两种算法，一种是用 change in momentum 直接来算，那么使用这种方法来算，需要我们已知物体的 mass，啊，还有它的 initial velocity。Final velocity 啊，这么一些量啊，我们就能算出来 impulse， 这是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涉及到 integration， 涉及到积分。一般来说呢，如果我们已知力和时间的关系啊，如果我们已知 f 关于时间的一个函数啊，或者说题目给了我们一个 ft 的图像。FT graph 啊，我们就可以就通过这个力的积分来求出 impulse， 它是有两种做法的。那么在计算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由于 velocity force 它都是 vectors， 所以我们的 impulse 它也是 vector 啊，它也是有方向的，我们用正负号表示方向啊，在解题当中呢，他们的方向啊，一定要非常注意，非常小心。我们来看一道比较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仔细来看一下，有一个小球，这个 ball 的质量呢是200克啊，然后呢 hits the cushion of the snook table at right angles with a speed of 14 meters per second 啊，它以14 meters per second 这样子的速度撞到了墙啊，这个墙上啊，然后呢The ball rebounds， 它反弹 with half of its initial speed， 就它碰撞撞了墙过后，以七米每秒的速度弹回来了。然后呢 ，the ball is in contact with the cushion for 0.6 seconds， 它撞墙持续了 0.6 秒。啊，就问 ，What is the average force exerted by the wall， exerted on the wall by the cushion？我们的墙给了这个球多少力？好，那么这个力啊，我们刚刚就强调过，这就是一个在碰撞过程当中的一个 average force 啊，一个平均的力。那我们用什么公式呢？这样的力我们经常用 force 等于了 change momentum。Over time 来进行计算。OK， 好，那么这个小球啊，它动量变化了多少呢？我们先看碰撞过后质量呢，总归都是200克啊，换算单位要换算成 0.2 kilograms， 哎，再乘以了 final speed， final speed 是7啊，再减去了 initial momentum， 因为公式我写在上面 ，MV final 减去了 MV initial， final speed 是7，而 initial speed 是多少呢？ 0.2 乘以了负的14，这个负号啊，我们在算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它表示方向相反，它表示运动的方向相反。然后呢，再除以时间啊，题目告诉我们是 0.6 秒。然后呢，我们就拿计算器
哎，给它算上一下就行。算出来的结果呢，应该是七牛。我们这题应该选 B。那么去解决这道题目啊，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在碰撞过程当中的 average force 啊，我们通常采用这个 change in momentum over time 的方法来做。在计算的时候要注意到啊，momentum 它是一个 vector，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它的方向的问题。方向呢用正负来表示，不然的话呢这道题就会做错的。OK。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题，这一题也是一个 AP 的真题，应该是09年的。大家先来读一读题目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题目上说，A person who holds a portable fire extinguisher that ejects 1 kilogram of water per second horizontally at a speed of 6 meters per second，就是这个人，哎，他拿着一个灭火器，啊，这个灭火器呢，他在往外面喷水，1秒钟能够喷出去。1 kilogram 的水，1公斤的水，然后呢，水喷出去的速度是6米每秒。那么题目就问了：What horizontal force in newtons must the person exert on the extinguisher in order to prevent from accelerating？就是说，你这个人啊，他要施加多少的力才能？哎，不让这个灭火器加速。那么这道题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知道一个灭火器它在往外面去喷火啊，一个灭火器它在往外面去喷水啊。那么在喷的时候呢，由于水的射出，哎，其实这个灭火器也会受到一个后坐力的嘛。所以说呢，哎，这个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后坐力，哎，会往后退。好，那么现在题目就问，你要多少的力才能不让它往后退呢？那其实就是要算这个后坐力嘛。就当我们的人给这个灭火器的力刚刚好等于它的后坐力的时候，哎，这个灭火器就不会往后退了。那么我们经过这么一个分析，就知道这道题其实要我们求的就是后坐力。那么后坐力用什么公式算呢？还是 F 等于了 change in momentum over time。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把公式先写开啊，MV final 减去 MV initial 除以了时间。那么在这里呢，哎，首先，灭火器里面的水，它应该是保持不变的，也就是说，它的初速度应该是零，末速度喷出去的速度是6 meters per second。那么质量和时间分别是多少呢？哎，我们看题目这个条件，1 kilogram per second，1秒钟打出去。1公斤的水，哎，那我们就取时间为1秒钟，那它射出去的水的质量，哎，就是1公斤，所以呢，我们假定时间为1秒，那么质量就是1 kg，我们把这个带进去，等于了一乘以了六减零除以一，最后结果呢就是6牛顿，就是这么去算。啊，当然，啊，有同学就会问了，
为什么我们 t 就一定要一秒呢？我就喜欢两秒，行不行呢？很显然是可以的啊。我们假定时间是两秒，那么两秒钟打出去水的质量就变成了两 kilogram。哎，所以最后的计算它就变成二乘以六除以二，它还是6牛，这对结果是不会有影响。那我们在解题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假定时间为一秒钟，看到这种 per second。那么这样子的话，计算会稍微方便一点。那我们上面这两道题呢，它是不需要用到微积分的啊，它强调的就是我们无论是算后坐力，还是去求一个碰撞过程当中的力，我们都用公式 force 等于了 change in momentum 除以 time 这个方法来算。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题。他给了我们一个图像，然后呢，要我们去求 final velocity。我们来具体的来看一下啊，我们已知 force 和时间它的这么一个图像，怎么求速度呢？哎，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impulse 这个方法来求解啊？我们知道 impulse 它等于了 mv final 减去了MV initial， 它等于了 change in momentum， 它还能等于什么呢？它还能等于了我们这个力的积分。那我们这道题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给的条件就是我们这个力和时间的这么一个图像。哎，那么根据图像呢，哎，我们其实就可以求出这么一个力关于时间的积分，因为我们知道 integration 它表示的就是图像下面围出来的 area 面积。那么我们这个积分呢，就可以通过面积的方法来算出来。哎，它就是二分之一乘以了 d 是二，然后呢高是二分之一。这是三角形的面积当然如果题目给的是其他的一些图形那我们就按照那些图形的面积来做总之呢，我们就是通过面积的方法首先可以求出 impulse 到底是多少，结果呢是二分之一，单位呢同样还是 momentum 那个单位就是千克 meter per second， 千克米每秒。这就是我们的 impulse。哎，我们有了 impulse， 哎，题目让我们求的是 final velocity， 它就可以求出来了因为你看题目，它说这个物体的质量是 2 kilograms， 是2000克然后呢，它 initially stationary， 这说明这个物体它的初速度是零，质量是 2 kilograms。那么这个 final velocity，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了吧？我们根据公式二 v final 减去了零乘以了初速度是零，然后质量是二，对，最后的结果是二分之一。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非常明显 ，final speed 就是四分之一 meter per second。我们这题选 B。这题选 B，OK，
好，我们再来看一道2002年的真题。那么这道题目呢，也是要去我们去求啊 impost。然后题目给了我们速度关于时间的这么一个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第 A 小问啊，它让我们 determine an expression for the resisting force on the car as a function of time。 哎，它让我们去求这个1500公斤的车子，它的 resisting force， 它的阻力随时间的变化，它的阻力随时间的变化。好，那我们已知速度，怎么去求力呢？那么这里呢，我们提供两种方法。第一种，我们已知速度，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物体的 acceleration， 物体的加速度。根据 F 等于 ma， Newton's second law， 我们就能求出物体受力，我们就根据这种方法先来求一求。速度呢等于了1加5 t 分之8，那么加速度等于了 dv/dt。 哎，考验大家微积分水平的时间到了。我们要对这个速度进行 differentiation。那么这个 differentiation 的结果是多少呢？大家可以再操作一下。它算出来应该是负的40除以了1加上了 5t 的平方。这个 acceleration 这个 differentiation 的过程大家应该是比较熟练的啊。然后呢，已知了这么一个 acceleration， 我们就能去求力了嘛啊。我们知道 force 等于了 ma， 我们再把这个速度去乘以质量就可以得到了。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把我们只要把这个40除以了1加上了 5t 平方，再乘以了1500就是物体的 mass， 就可以算出来这么一个力。这是第一种方法啊。第二种方法，我们速度和力还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通过 momentum 来进行转化。那么这么做的话呢，就要求我们先求 momentum 等于 mv， 它就等于了8乘以1500除以了这个1加上 5t。而力呢，跟 momentum 的 differentiation 的关系就是 dp dt。然后呢，我们再对这个式子进行 differentiation 就可以。结果呢，肯定是一样的。还是这个40乘以1500 1加 5t 的平方。就是这么样子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做这样子一个题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道题目要我们求的是 resisting force 随着时间的变化，所以呢，你一定要通过 differentiation 的方式来进行计算，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力。而我们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的题目它说的一般都是average force。怎么动不了他说的都是一个 average force， 一个平均力，算平均力我们才能采取 changing momentum 除以时间来做。而如果算随时间变化的力的话我们只能通过 differentiation 的方式来进行计算。那么这个呢，我们在解题的时候还是要区分开来的。
下一个 ，determine the impulse delivered to the car for from 时间等于零 to 两秒。那么这个 impulse 怎么算？刚才我们说 impulse 它其实有两种算法。我们先写一下公式，它可以等于了 mv final 减去了 mv initial， 也就是用 change in momentum 的方法来算，也可以怎么做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力的integration 来做。在这道问题当中它问我们从零到二秒在这段时间内的 impulse， 我们先来看 change in momentum 它可不可以做。当时间等于零的时候我们可以算出来物体的速度这就是 initial speed， 它等于了8 meters per second。而当 t 等于2秒的时候，我们这个 v final 它就等于了什么呢？就等于了1/10 meters per second， 它就等于了这样子一个表达。而我们物体的质量是已知的，就是1500 kilograms， 所以我们这道题它可以直接通过 changing momentum 的方法来算出来这个 impulse。 那么这样子呢肯定是比较简单的当然我们在 A 小问当中其实已经求出来了力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我们已经算出来这个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从理论上来讲也可以对力进行积分，一加上五 t， 完全平方 dt， 从零到二进行积分，它也可以算出来这个 impulse。但是呢，由于我们这个计算是需要涉及到积分的，它会稍微复杂一些我们不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法。那么总的来讲反正我们 impulse 它有两种算法。我们这里再来总结一下，它就是 mv final 减去了 mv initial， 它也可以等于了 force 的积分。如果说我们已知 initial speed， 已知 final speed， 已知 mass， 那我们就推荐要采用这种方式来做，因为它是不需要涉及到任何的积分的。在我们考试当中呢，也有很多类似的题目它其实 是告诉你初速度、末速度还有物体的质量的。我们看到这些条件就用这个公式来做，它会非常的简单。那么对于另外一些题目呢它其实会告诉我们力随着时间的变化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这道题，它告诉我们力随时间的这么一个图像。还有呢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刚刚略过去一道题，它是告诉我们力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关系的。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只能采取通过力的积分来计算 impulse， 我们只能这么去做。那么有了这么一个 impulse， 一般来讲的题目会让我们反过来去算物体的初速度、末速度或者它的质量等等这些东西。像这样的问题也是 OK， 我们考试会设计的。反正呢就两种思路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关于 momentum 的第二个大的要点，就是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我们把它称为动量守恒那么这个动量守恒它的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一句话 Total momentum of a closed system is constant，
我们运用起来其实也非常简单，其实就是 total momentum before 等于 total momentum after， 就抓住这么个特征去做就行。用这个方法去做就行。那么重点呢，就是哎，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这个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来进行计算呢？那么这个运用的条件呢，其实就在这边，它强调的是 a closed system， 啊，一个封闭的体系。那啥叫 closed system 呢？直接的说，就是物体之间只有这个相互作用力，啊，它没有来自于外界的力的，那这样子的一个 system， 我们就称为哎 closed system。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哎，我有100块钱 ，OK， 然后呢，我把我的50块钱给了我女朋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的钱的确少了50块，但是我女朋友她多了50块钱。那我们算总账，我们两个人的总的钱数就一定是保持不变的。那么这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我们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就只有内部的相互作用啊，没有外界的影响 ，no external force 啊，这里写一下。这个时候，对啊，我们的 momentum 就是守恒的。那么什么时候不守恒呢？比如说，哎，我花钱请你们，哎，吃了一杯奶茶，哎，那么这个时候，哎，我就把这个钱啊给了奶茶店了。那我们就说啊，这个时候因为涉及到外界了 ，OK， 那么就是有 external force。那么这个时候，我的总钱，我和我女朋友的总钱，它就是啊。就不再是守恒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们常见的模式呢，就包括了 collision， 包括碰撞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包括碰撞，因为碰撞的时候呢，都涉及到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如果算他们两个物体的 total momentum 的话，那它就是守恒。还有呢，就比如说 explosion 啊，爆炸。我们一般认为它的 total momentum 也是守恒的啊。我们考试呢还考过了其他的一些模型，比如说，哎，有一个人在一个小船上走啊，然后呢，这个小船与地面它的接触面呢是光滑的，是没有摩擦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左往右走，这个船呢就会从右往左走，他们运动方向是相反。那么，这个人和船，它的 total momentum 也是守恒，因为作用力只在于人跟船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一个内力，而地面它是。frictionless 是光滑的，是没有摩擦的，所以呢，它就 no external force。那么在考试的 free response question 当中呢 ，collision 啊，其实是我们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运用的一个重点。大部分的动量守恒的问题呢，其实都会涉及到 collision 上，而且呢。我们 collision 还能再去细分，分成三种，一种呢称为elastic collision， 另外一种称为 inelastic， 最后呢还有 totally 或者是 completely inelastic collision。那么这些碰撞，它又有什么区别呢？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于碰撞前后的 total kinetic energy 是不是守恒？我
我们知道两个物体它撞到一起，它很有可能会存在一些 energy loss, kinetic energy loss,它会变成热量，变成声音，人就损耗掉了。那么对于有 kinetic energy loss, 有动能损失的碰撞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称为 inelastic。而 elastic collision 它是非常完美的，它是 no kinetic energy lost。那最后，什么叫 totally inelastic collision 呢？为什么要 totally 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这个碰撞过程当中，哎，它不仅仅是存在 kinetic energy loss,而且呢，它的 kinetic energy loss 是最大的啊，两个物体它在碰撞过后完全 stick together 啊，完全粘在一起。也就是说，碰撞过后呢，它们只有相同的速度。说的惨一点，就比如说啊，有一辆汽车撞了一个人，什么叫 totally inelastic 呢？就是这个人啊被撞了过后就嵌在车子里，他们的速度是相等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来看一道18年的真题啊。这道题呢，涉及到两辆小车的碰撞。那么 ，Cart One 它在碰撞之前，它的速度呢是 3 meters per second， 它的质量是 0.5 而 Cart Two 它在碰撞之前呢，是 at rest， 是静止不动的。然后呢，题目就给了我们一张图，就是 force 随着时间变化的一个关系。A 小问，就让我们去求 impulse。那么我们这道题目要求 impulse 的话，那很简单，这就用我们刚刚讲过的公式impulse 等于了 force 它的积分嘛，等于了我们力的积分。那么 F 随着时间的关系呢，在题目中是给了我们的，我们就只要去算一下就可以了。3200 T square 减去了500 T dt， 积分的范围我们要从图像上看出来，它是从0开始的，一直呢能够持续到 0.16。这么一个时间范围，好，我们积分，这个可以，大家可以拿着计算器去算一算。我们 APU 理 C 的考试呢，完全是全程允许使用计算器的，所以呢，这种 definite integral 大家不用特别怕它，我们计算器把它算出来就可以了。那么结果呢是，这个负的2.03。单位是 kilogram meter per second， 那么这个负值我们它就表示方向，因为毕竟 impulse 它是一个 vector， 它是有方向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个点，我们就留着它就行了。好 ，B 小问 ，calculate the speed of part one after the collision。它要我们求一车。在碰撞过后的速度，
一车在喷撞过后的速度。好，那么我们上一问其实就已经求出来 impulse 了嘛。那么有了 impulse， 我们接着就可以去求啊 the speed after collision。那么用的公式呢，就是 impulse 等于了change in momentum。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讲过，我们可以通过力的积分得到 impulse。算完 impulse 过后，它就可以去求速度啊，有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去求啊 mass 质量啊，这些都是可以求的。那么这个思路呢，那么这个思路呢，在我们考试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啊。好，那么 impulse 呢，它是一定要带好负值，因为这个我们一会儿算速度，它也是有方向的啊。它等于了质量啊，质量是 0.5 乘以了 final velocity 减去了 0.5 乘以了 initial velocity 是3、啊、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算出来，到 VF 等于了负的 1.06 meter per second， 就是这么来计算，负的 1.06 就是碰撞过后的速度，就是用 impulse 的方法来做。好，第二个小问 ，In which direction does the cut one move after collision？ 那由于我们刚刚算出来的是一个负值，就代表它的方向是相反的，它应该 to the left， 这是根据符号来解释的。我们在计算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方向。C 小问，同样一题的 C 小问 ，calculate the speed of cut two after collision。它接下来就让我们去求二车在碰撞过后的速度了。那么它要求二车，那我们怎么看呢？哎，我们刚刚说过，在碰撞的前后，它的 total momentum 应该是肘横的，也就是 total momentum before 等于 total momentum after。应该等于 total。那么碰撞之前总共有多少呢？就应该是 0.5 乘以了3啊，这是 cut 1 momentum， 而 cut 2。它在碰撞前，它是 at rest， 它是静止不动的啊，所以呢，它在碰撞过后，碰撞前的速度就是个 momentum， 就是在碰撞过后我们前面一问已经求出来了啊，一号车的速度是往左边的 1.06， 是负的 1.06， 那我们在算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的时候，同样要注意到它的方向啊，由于方向相反，我们仍然是把这个速度带成负值的，负 1.06 乘以了 0.5， 这就等于了它啊，加上了就是碰撞过后一车的 momentum， 而碰撞过后二车的 momentum 就是 1.05 乘以了碰撞过后二车的速度，这就是我们要求的。根据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这两个量应该相等，也就是 0.5 乘以了3，它等于了负的 1.06 乘 0.5， 再加上了 1.05 乘以了 v final， 就等于这么一个式子。我们解一解，就可以得到 final speed， 它等于了，算一下，等于了 1.93。那么做这道题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 momentum impulse 它都是 vectors， 它都是有方向的，所以我们无论去算 impulse 还是使用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来进行计算的时候，
我们都要注意这个方向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看前面一问，前面一问我们只研究 cut 1，那么我们可以算它的 impulse， 因为我们知道啊 ，cut one 在碰撞的时候，它会受到一个力的作用，它的 momentum 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如果只研究一个物体，我们可以用 impulse 的方法来看它。OK， 而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啊两个物体在碰撞前后共同的情况，哎，这个时候我们采用啊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这个一点还是要特别去强调。如果研究的是一个物体，我们只能去算它的 impulse， 因为它的动量是会变的。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两个物体啊看成整体，我们研究的是多个物体的话，哎，我们才能运用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啊，题目的提示词其实也比较明显，哎，他要我们研究 cut two 了，要研究另外一个物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物体看成整体。而前面一小问，哎，他只要研究 cut one， 啊，力也是 cut one 的，然后速度也是 cut one， 他只研究 cut 啊这个一号车，所以我们才算是 impulse。好，最后一小问了。C 的第二问 ，show that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two cuts is elastic。让我们去 show 啊，让我们去证明这个碰撞是 elastic。好，那么怎么去证明一个碰撞它是 elastic 呢？哎，我们只要说明碰撞前后的 total kinetic energy 是一样的就好了。这就是对于 elastic 的定义。我们就来算一下。碰撞前，只有一号车在动，二号车是不动的。所以 total kinetic energy before， 我们只要算一车的那一个动能就可以了。那么 kinetic energy 它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二分之一乘以了 0.5 乘以了速度3的平方，啊，等于了。我们敲一敲计算器啊，它就可以算出来，应该是 2.25 叫，这是 total kinetic energy before。 而碰撞过后，我们这个 total kinetic energy after 又是多少呢？碰撞过后呢，两个车都在进行运动，两个车都在运动。那么一号车它的速度是反方向的 1.06， 所以呢它的动量它的啊 kinetic energy 就是二分之一乘以了 0.5 直接乘以了 1.06 平方就可以了。因为啊我们在算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 kinetic energy 它是一个 scalar， 它没有方向，所以我们在算动能的时候啊我们只要管速度的大小就可以了，我们不用 care 它的方向。这点要跟前面的 momentum 稍微区分一下， momentum 它是有方向的，要看它的振幅，而 kinetic energy 它直接就是一个 scalar， 它是只有大小没有方向的。所以呢我们要算动能，我们只需要去注意物体速度的大小就可以了啊。然后二车的动能，这二分之一乘以了 1.05 乘以它的碰撞过后的这么一个动能 1.93 平方，我们再拿计算器算一下，结果呢大概是 2.24 加。好，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在碰撞前后的 total kinetic energy， 哎，它其实差不多啊，它其实差不多，因为 2.25 约等于 2.24， 所以说呢啊我们就认为这个碰撞它是 elastic 了。它的碰撞是弹性，我们就这么去判断就 OK。
反正呢，对于一个碰撞来讲，对于 collision， 它首先满足的必然是 total momentum before 等于 total momentum after， 它的动量一定是守恒的。但是呢，它的 kinetic energy 可能会存在一些的损失。那我们考试的题目，哎，经常会怎么来考呢？哎，就是它会先让我们通过啊这个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来算出碰撞过后的速度，然后呢，利用这个速度，哎，来判断这个碰撞是否是 elastic。如果说它的 total kinetic energy before 等于 total kinetic energy after， 那么这个碰撞呢，它就一定是啊 elastic 的。如果说我们算出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那它就是 inelastic， 它就是非弹性的。我们这个 elastic inelastic 概念通常就是让我们去判断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一个 a bullet of mass 5 grams is shot vertically upwards into the wooden block of mass 95 grams， 就是一个五克的子弹，哎，它打在了一个木块上，这个木块的质量是95克。接下来一句话是题目的关键啊， it embeds itself in the block，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子弹它在打到木块上过后，它就嵌在木块里了。这句话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知道子弹打到木块上，它是与木块发生碰撞，而在碰撞过后它们嵌在一起了，应该具有相同的速度。所以说这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它告诉我们碰撞过后具有相同的速度，它是一个 completely inelastic collision。 然后呢，在碰撞过后居然两个物体连在一起具有相同的速度的话，哎，它们就会以这个速度一起往上飞，就会一起往上飞，然后呢，到达一个最大的高度。我们这个题目呢，让我们求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求 maximum height。那么这个题目，哎，我们怎么来分析？我们一般呢分成两个过程，第一。就是我们子弹和 block 发生碰撞的过程。它是满足 conservation of momentum 的。在碰撞之前 ,total momentum 是5乘以了200。而在碰撞过后，由于两个物体 stick together, 所以它的 total momentum 就是95加上了5。乘以它们共同的速度，这个速度呢，就是我们可以算一下，应该是10米特之间，也是比较好算的。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在碰撞过后，两个物体啊，它获得了相同的速度，它们就会以10米每秒这个速度为 initial speed 一起往上飞。然后呢，题目就问我们能达到多高。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做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验的，我们把一个物体啊往上一抛，它能抛多高嘛？我们可以通过
运动的方式来做，因为物体的初速度是10米每秒初速度是十米每秒。然后呢，往上飞，the acceleration 就是我们的acceleration of free fall 重力加速度。然后我们方便一点啊，在这道选择题当中呢，就带10米每2次方秒就行了。但是要注意它的方向是 downwards 啊，我们重力是 downwards，所以呢，我们一般带它是负十，来区分这个速度的方向。那么当物体达到最大高度的时候，它的末速度肯定是零啊。其实这个条件是一个隐含条件，我们也要知道。那么有了这些条件呢，我们其实就能算。这个物体的最大高度，我们用公式，可以用什么公式呢？我们知道啊，v 平方等于了 v 初速度平方加上了 2a 的 x，末速度是零，初速度呢是十平方以下，加速度是负十，所以呢就变成减20的 x，我们计算机摁一摁啊，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 displacement，它就是5米啊，它的 displacement 是5米。OK，那么这道题我们是不是就选 A 了呢？还有一点点小问题，要看清题目是 how far above the ground，它是距离地面有多高？而我们刚刚算的是什么？我们刚刚是算的是它从。它从这个底座上往上飞，它能达到5米的高度。所以说呢，如果我们以地面为基准的话，还要把4米加上去，所以算出来的应该是9米。我们选 C，不应该这么来进行处理，是第一种想法。那第二种想法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能量的方式来进行计算，因为物体是往上面飞的。那么能量转换呢，就是把它的 kinetic energy 变成了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我们列式子呢就可以写二分之一乘以了，mass 注意了啊，这里的质量应该是两个物体共同的质量了，因为两个物体在碰撞过后是 split together。它是把这两个物体共同的 kinetic energy 变成了它们两个总的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所以在算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它讲的是两个物体的 total kinetic energy，质量呢应该算是100克，所以就是0.1千克乘以了十的平方，等于了 mgh 质量是0.1，g 是十。乘以 h，我们这样算的更加简单一点，h 就等于了5米，最后呢还要加上4米得到结果。那么这种问题呢，在考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2015年还有2016年，它的考试其实都涉及到类似的问题，但是形式上会有一点改变就像15年它其实是设到一个摆子上的。然后呢，设到摆子上过后，它还是会把就是两个物体共同的 kinetic energy 变成了共同的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这是我们正在展示这道题。而2016年考的呢，它是一个两个物体在碰撞过后，它把共同的 kinetic energy 变成了弹簧的 elastic potential energy，弹簧弹性势能上去。这也是可以举证。总的来讲的方法是一样的。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先算 collision，先算碰撞，得到两个物体在碰撞过后的共同速度，然后第二步，在碰撞过后，我们才能去考虑这个能量守恒，把动能 kinetic energy 变成了弹性势能，或者是重力势能，我们考试经常就会。以这种思路来进行
好，然后算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一定是共同的动能，OK，因为它 stay together，不然的话呢，也是比较容易出错的。那么有的同学就会问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不能对整个过程使用能量守恒啊？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子弹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么一个动能，直接等于最后两个物体的 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呢？那么这么去做的话，我们就漏考虑了在子弹和木块碰撞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进行的可能存在的一定的能量损失，这个是不能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算碰撞。在碰撞完过后，哎，我们才能算这个能量守恒，就是这样子的。谢谢大家的听讲，我们以后再见。